其实国内都推动太互相，也替企业对外开会，也不太随大法一下跳，更加另外套路，总归是总团结。推动亚政府也更加有派直升机送物资本当地给灾民。那我因为太麻厉害呢，给帮呢也变黑，大法也浪费公路，退休线400公里的蔬菜，完全最社会信念，让时代冲突。七星期再来日常日常的物资，从风雨较少的时节，帮助从台风向的国消毒。今面看到空旷区送来物资，赶紧来搬。台风向的对岸交通已经完成团拍，对天顶看落去更加得人惊。明日早上是泥石流，台水慢慢加凑桥，又系团拍一节，又系看起来多危险。沿线的南回铁路更加人拍加位，根本行唔得。台东太麻里，太麻里溪不吐不坎，溪水带来的内流喷30公分，唔但上建筑路况，自然循环的人家嘛受到影响。关键同共享单位关键通电能力来停屋内。当时一来的情况就跟那边的高度差不多一样高，后来就有推土机跟挖土机帮忙一起协助，把里面的屋子里面的泥土全部弄出来。和天气更新方面，台天下周来抢修，到零二的时节已经恢复用电。不过南回公路台九线400公里的蔬菜，基本台水大翻撇，造成南回线交通中断。404给大家大概200左右啊，你看这个被冲击的地方，大概冲击的深度大概4到5米左右哈。现在目前我们是在积极征调那个机械哈，还有今天啊，我们来紧急抢修当中。公布结果，目前已经全力乱降，但是路面路基受损都严重。请检查四年过后，南回公路将是恢复通车。刚刚新闻，是永俊台东综合报道。